这段时间，南方地区气温逐渐回升，随着暖湿气流的到来，每天都有数万只的越冬候鸟开始陆续向北迁徙。江西鄱阳湖湿地迎来了冬候鸟北迁的高峰。在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上空，不时有大雁、野鸭等候鸟飞过，它们在领头鸟的带领下，向着北方飞去。去年冬天。 我们最高的一个呃鸟类同步鸟类同步调查一个监测记录是十二万只，十二万五千多只，可能今年今天的这个鸟类同步调查都不到八万多只。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来判断的话呢，就是候鸟呢它已经逐渐的在开始，已经开始在往北迁了。在鄱阳县鄱阳湖湿地莲湖水域自然保护监测站的工作人员发现，数万只灰鹤、天鹅、大雁在这儿集结。 它们不停地觅食补充体力，等待合适的时机开始北迁。据统计，平均每天有近三千只冬候鸟从这里开始北迁之路。按照往年的这这种规律的话，基本上二月底三月初，它就是它们集中迁徙的一个时间段。到三月中旬的话，那留下的鸟就比较少了。